好嘞，我家弟弟手上拿了一个透明的东西，给他看，给看。哇，这颗漂亮，让不让？给不给？不要。看看，借我拍一下。就这样子，好透哦，水水的，有没有？水嘞，好漂亮的一颗。哇，恭喜他今天拿到一颗这个，我叫它布丁。好，好，磨起来不用磨就很漂亮了，直接收藏，太好了。哎呦，有一个蜜蜂加入我们了，我们刚才讲到蜜蜂而已，好吧，弟弟恭喜你收。好，我们继续，我好想过去对面哦。好，也是我不知道水多深。好，不知道水深的话，可以拿一根棍子试试看。啊，不然的话就尽量不要过去吧。好，这是生命诚可贵，好，石头价更高，好，如要拿命换，我就算了吧，好不好？嘿，好，就这样咯，待会见，订阅哦，按赞哦，开启小铃铛哦，分享哦，到处都是脚印，好。